彩虹奶汁果汁很好，民众真浪漫真浪漫，要拿社会产业活化活动，在趣味的万国当中来展开。这边要各式的品种，鼎鼎的荔枝哈，每一个都很大很圆，相当的好吃，又饱满。对，自己采跟我们到市场去买的感觉是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可以挑我们喜欢的，然后摘到我们觉得它是饱满的那种颗粒来吃，像这样子。OK， 看这边白拿，很多是红季节奶汁，因为气候这个环境条件好，所以种出来奶汁品质特别好。其实在地方果汁农来试尝各种的品种之下，和消费者有较侪选择。影响欢迎的是差不多有包甲十米的啦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较因为这两种吼，食落口食管理方法吼，算讲完啦，嘿，啊，伊都粒较圆、较圆、肉较厚、较 Q。白拿荔枝也个葡萄进入新产期，白拿社区嘛配合农村再生计划，做未来举办产业外环的活动，透过办水果、等手绘，也个特色烘焙餐，会游客使对白拿留下挂深的印象。像这个糖醋荔枝排骨啊，像荔枝干葡萄干面包、坚果面包，还有呢葡萄果冻。另外，我们的红萝卜泡菜评价都很好。今吼是荔枝加葡萄盛产期，而且拢真甜真好食。咱嘛希望讲会使有较侪人吼啊来体验，啊而且会使予咱的水果，拢会使好好甲卖出去，佫会使卖到好的价钱。我讲订一百盒的葡萄甲一百盒的荔枝，啊，伫即摆盛产期的时。在现场的贵宾到支持，营销优质农特产品之下，白拿社区表示，这还有真侪好耍佚佗的所在，也可以体验农村的生活，将陆续来规划相关的活动，活化地方的产业。记者林雨欣，草木岛。